请大数据把我推给所有想拥有一双美腿的姐妹们。别人的腿纤细修长，线条均匀，穿什么都热辣性感，修身优雅。可是你的腿肥硕粗壮，弯弯折折，穿短裤勒肉磨腿，穿紧身裤更是把弯曲腿型展露得一览无余。最后只能费尽心思上网搜各种遮肉显腿直的阔腿裤，勤勤恳恳打卡网上各种瘦腿教程。好家伙，这腿不仅没洗，还练成了比健身教练还粗的牛蛙腿。你呀，根本就是被网上那些五花八门的瘦腿方法给蒙骗了。我啊，花了一周的时间实验测评了几十种明星瘦腿法，终于找到了一组秒变漫画腿的炸组合拳，还带着我的同事们一起打卡实测了这套组合拳。7天就7天，直接从牛蛙腿秒变天鹅腿，叉形腿秒变直筒腿，小黑球秒变白灯泡。就这一双双漫画腿，谁看不瘦成绝啊？咱就说，为了造福广大宝子们，这一套包含瘦腿、直腿、美腿三管齐下的进阶版美腿终极秘籍，它来了，绝对能让你7天零成本建造女明星同款漫画腿，还不赶紧把你那个天天嚷嚷腿瘦不下来的老姐妹拉进来学？首先，瘦腿，杨幂亲自推荐的交叉瘦腿法，就连李佳琦都直呼 Oh my god 的密室女团腿，今天蜜姐亲自下场，平躺在地上，双腿45度抬起，做交叉运动，坚持30秒，做4组，幅度越大，肌肉拉伸效果越好，尤其是大腿，脂肪能够得到充分燃烧。我闺蜜工业就跟着练了3天，腿围直接瘦了3厘米，你品。其次，直腿。你想象一下，关晓彤这纤细修长的逆天大长腿，如果是个 O 型腿，那还能好看吗？所以说，发现没，想要一双漫画腿啊，不仅要细，更重要的是直。来来啊，不管你是叉型腿、O 型腿还是小腿外翻，都跟我去学蒋梦婕这期100多万人点赞的独家直腿大法。平躺在地上，双腿伸直，然后右腿弯曲，紧贴臀部，让你整条腿感受到酸痛感，说明你的肌肉正在被拉伸。坚持30秒，换左腿，从而起到啊矫正腿型、让腿变直的作用。哎，你们不信我可以，就看评论区这相见恨晚的风气，你就知道了。最后就是白腿，俗话说得好，一白遮百丑，这腿呀、啊，可不就是我们女人第二张脸吗？我就想问，鞠婧祎这双白到发光的大长腿，有谁不想要的？直接跟我去看《大戏米君》去年5月5号这期洗澡美白法，10分钟零成本，让你从粗糙汉子秒变白皙小公主。别人洗澡，你偷偷逆袭变白，卷死他们！女友们，夏天的胶囊已经正式开始了，方法呢，我都隐放到嘴边了，我看还有谁敢只放在双人家里吃亏，快打开去吧。